锤子巧克力。好好吃啊！我这个巧克力扳手，太神奇了吧！巧克力钳子。马叔，来帮我拍张照。好。我要跟钳子合影。哇，好看！哎，我技术 OK 啦。可是我没有手机。爷爷！哇，萌萌怎么了？我想要手机，同学们都有手机。拿着手机给你吧。谢谢爷爷。哇，我要来看我的新手机了。奇怪，这个手机是不是坏了呀？巧克力的味道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个真的是巧克力做的手机。萌萌，爷爷，怎么样，新手机喜欢吗？巧克力做的手机很好吃，但是我还是想要新的手机。新的手机，你们要快快长大，那样子我才能赚钱买手机呀。欢迎光临。哇，好新鲜的水果呀。来，随便挑随便挑。老板，这些一共多少钱呀？这些一共10个金币。老板给。哇，谢谢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今天来了最新款的手机哦。老板你好。哇，这台手机多少钱呀？便宜，20个金币。20个金币，不够了，看来只能回去把小黄鸭卖掉喽。这就走了？哇，好可爱的小黄鸭！哇，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呀？这个10个金币就可以了。10个金币，没问题。给。哇，谢谢。谢谢老板。小心点啊。再见。拜拜。老板。嗨。我要买手机。金币。最新款手机，恭喜你。哇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萌萌。爷爷。你看。这是新的手机。没错，这是送给你的哦。现在我可以给同学们拍照了。看，我新买的手机。我们现在拍照都不用手机啦。当当，用相机拍照更专业哦。来，鱼儿，帮我拍照。我也想要相机。爷爷，你有相机吗？我没有相机哦。可是我想要相机。你看我现在水果也卖了，小黄鸭也没了，没办法了。好吧，但是我真的很想要。萌萌真的很想要相机。有了。朋友们，凡尼走行屋开业喽，欢迎你们来订座哦，欢迎光临。哇，好漂亮的礼服呀。欢迎订座。老板，我要订座3件衣服。3件衣服，这需要点时间哦。老板能加急吗？我找
着急用，拜托拜托。嗯，那好吧。太好了，谢谢老板。哇，终于做完了。老板老板，我的衣服好了吗？哎，终于做完了，我可是通宵做好的哦。哇，我看一下。哇，老板给你钱。哦，谢谢。老板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太好了。嗯，老板老板。哦，你又来了。嗯，我想买你们这台相机。哦，相机啊，30个金币。哇哦，来，老爷爷，给你。哇，某某一定会喜欢这台相机的。嗯。某某某某，你看，嘿，这是爷爷给你买的相机哦。哇，谢谢爷爷，我太喜欢这台相机了。我来试试。哇，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毛毛，我没事，我就是累了。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吧。爷爷，多点热水吧。谢谢毛毛，我好多了。对不起，爷爷，我不应该要求那么多的。没关系。至少呀，你现在懂得努力工作的重要性了吧？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努力工作的。发明，玩具合理。